身体好些了吗？奇怪，真的好多了。如今，我不仅完成了这首曲子，我还得以看见我的过去，或者，是将来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天我昏倒，见到了一个人。谁啊？二玉。 Thank you.
明日，我们就要和大英君会合了。今晚，是你我二人最后的时光。我不想再等，也不想再有什么意外。我只想娶你，东月。我不再是什么右相，没办法给你最好的婚礼。